就令他红了。赞儿，陛下都已经赐婚九龄了，为人臣子，你这又何苦呢？母亲，这个就是我送给九龄大婚的礼物。孩儿已经长大了，不会乱来。赞儿一会儿还要赶路，让他赶紧收拾。走吧。不错啊，二哥，五台寺这方搞定，咱们厅的眼珠子都快出来了。小二，上菜，饿了。再来一杯，二哥。客官，您的面。不好意思，客官。哎呦，客官，哎呦，客官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客官，不好意思，这小二是新来的，不懂规矩，有什么事儿您和我说啊。云霄阁的人还是这么见不得人。滚。好，好，好，多谢大人。李公公，我去清洗一下。嗯，大人没事吧？哎呀，真不小心。都坐下吧。拿来。真没什么事，吃完饭再说吧。拿来。消息可能还不准确，要不你等我先核实一下。吃饭。二哥，就令他红了。信上是这么写的。